包的。你看你还给他装嫩了，你看啊，装无知，你还装不知道。你看岳父在不在我直播间？岳父，岳父，你看今年过年他要送什么才？送你茅台。送茅台怕不行了吧？啊，43度茅台，不是，送53度茅台。53度怎么了？53度茅台，53度茅台。车厘子，越高越好是呗？那你送60多、70度的，80度的？那，你怎么都胡闹？怎么你怎么更有？不，你是有毛病，你是有毛病。我帮你，你可是有毛病。你这叫那名字，我这吃多了头有点晕呐。说话说的声音太大了吧？叫你说话说声音点，我现在胸闷，胸闷嗓子哑。不给你留点欧意在吗？哎呦，养，养。来，嗓子疼，按穴，兄弟啊，我全身的穴我都按了一遍。那叫钻夹锁的。对呀、啊，我是出去按穴嘛。按穴有没有缓解？有没有缓解是吧？有没有缓解？我不知道，兄弟们，不想讲。突然问车厘子怎么搞的？我嗓子也疼了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姬凡熙的口红啊，兄弟们可以用啊。穴位没事。兄弟们，姬凡熙的口红，姬凡熙，不是礼盒吗？有礼盒。啊？有。跨年送给媳妇儿，送给女朋友，礼盒呢？我礼盒在哪里？有一张纸啊。礼盒呢？没样品，礼盒没样品的。我的天，你看着啊，兄弟们，礼盒就这样的啊。礼盒没有样品啊，这个啊，10000单，兄弟们啊，10000单，你们自己看，价格没砍下来，非常不好意思，一个纪梵希的口红是不行啊，380块，价格380，纪梵希的口红380，礼盒是这个，礼盒没样品，你说你这玩意，礼盒没样品，这没有礼盒，你不会，我那天不还卖我了，你不会带回家给你媳妇了吧？啊？那你也不说一声，有啥好东西就想往家带。你那天不也带一盒？你没给你媳妇吗？你给谁了你啊？我们一人带一盒就忘了。我怎样把他搞？弟妹，我他带一盒，我带一盒，我带一盒，他带一盒，我都给我媳妇了。你给谁了？给谁了？我忘带了。你忘带了？忘带公司怎么没有了？给谁了？忘带了。忘带公司没有，找呀找呀，给谁了？你能不能不说话的？卖货了啊！这是给谁了？你盒装的啊？弟妹的给你了吗？给你弟妹，这个价格扛不下来，我一人带了一盒。别忘带了啊，媳妇儿，你说你脸红了？通红了，这人脸红了，你自己看脸红了没有？你看，哎呀，脸哪红了？你笑了。你说人呐，耶，一人带一盒，我给我媳妇了，打电话我给你证明都行，是吧？纪梵希的口红呀，这都我妈自己扫啊，回去自己扫，不是假的，你自己扫啊。我跟你说，兄弟啊，官方，你今天在我直播间买到这是假的了，你就发财了，假一发十。兄弟们啊，咱们你就放心买。天天咱们这不是说啊，不是说了，兄弟看啊，380一支，我们这个我跟你说，380一支啊，我这个价格扛不下来，这个纪梵希，四个色啊，你们自己选，想个了，380两支颜色你们自己随便选，一共有赠送的是这个N37 啊，赠送的是色号，第一个可以自己选，赠送的色号，我送你一个色号是 N37，都是正装，不是小样，有多少钱了？380。还有礼盒，上车！上车啊！上车！哎，你给我那个屁股上涂个笑脸呗。啊，我看看。掉头2只啊！猜一下，今天我吃的什么？看能不能猜出来。小伙鼻子挺灵嘛？猜一下。我的屎。他去吧，兄弟，你要。够财，兄弟们，我想到这个事儿，我想到我的事儿，我就想到我小时候，大杨哥在蹲在门口吃饭，
啊、我在上面来看。我这大哥在带我底下蹲着吃饭，怪不得我说跟他说说，我操，抠的抠的别掉一怪不得我说喝白汤怎么还有钱呢？我刚跟准备跟他讲了啊，把饭扒掉了，我就不好意思讲。今天有幸突然想起来了，王家二十多年没跟我说，还记得那味儿不？还记得那味儿不？我记得一股咸味儿。你要张亮，你这是你的骄傲。以后啊，你儿子长大了。你儿子要说你，那你爸爸你算啥？你说我吃过屎。你儿子，你我女儿听到没有？以后在外在班级里面，谁要是跟你比谁厉害，你谁爸爸厉害，你就跟你说，你说我爸会吃屎。不是，你说你爸吃过鼻屎啊？鼻屎是吧？对，不能乱说啊。三百八两只啊，三百八两只。我送你们一只是 A37 的。那刚才有人打这个。有人打车厘子什么意思啊？啥意思？要车厘子，水果。为什么？就200多那个。纪梵希呀，380两只，我送你一只 A37 的，这个是正装，兄弟们啊，下周就给大家准备一下车厘子。现在这一只就要380，我价格没有砍下来，都给你们加了一只 A37 号色啊，上车了，兄弟们 ，A37 色号。我跟大家说，也送一个礼盒啊，给大家做礼盒装的啊。看礼盒是这样的啊，你看你这样回去了，你看你把这礼盒，这不是他们都要车厘子，送你一个37嘛，不是两只嘛？啊，你把它打开，拿出来一只给你妈，那你搞一下呗，然后剩下的给媳妇儿。兄弟们，下周给你们搞车厘子行不行？我本来今天有车厘子的品，但我没选上，我靠，我的价格没再砍下来，我还在正在砍啊，行不行啊？我下周给你们搞车厘子行不行？我价格我还在砍呢，下周是吧？我下周应该能给你们砍下来。啊，好，下一个。对，这可以送人啊，两只啊，记住是两只，四号你们自己选，啊，拢共就10000单，好吧？不是一只啊，是两只啊，两只啊，380，两只。这马上不是跨年嘛，啊，送给女朋友，送给媳妇，送给老婆，老婆子，送给媳妇儿。就可以一点，好，让他赖吧。好，兄弟们，有请维基哥品牌方。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很多品牌方没来，兄弟们？他们不好意思，不敢让他来。啊，我是真的，我对这玩意是真怕了，兄弟们啊。嗯。然后是随时随地消毒，随时随地消毒啊。哎，兄弟们啊。别刚说了消毒，我们这个是直接喷在手上消毒的，真的啊！哎呀，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说不光能消毒，我们还可以用到这个，这可以消吧？必须！啊，给兄弟们上十袋，上十袋品牌啊，十袋，哎，上十袋分咱们直播间的兄弟们，我们加个粉丝团行不行？没事，那放不出来。十台，我说，哎，准备啊，兄弟们，您对十台，加个粉丝团就行了。